呦，我的天哪！你不要跳太高，跳太高你就挂了，你千万不要逞能。我小心，小心，小心！哎呀！啊，幸福生活，京东相伴。本节目由爱我所选，选我所爱的京东联合冠名播出。本节目由真爱不上火百分百乳糖配方的诺优能奶粉联合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二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正片；每周三中午12点，会员尊享 Plus 版。六七十年代的结婚登记照，一身军装或者工装，就是最美的你。到了八九十年代，婚纱和西服才逐渐登场。你看过妈妈爸爸的结婚照吗？陪一陪父母，一代代的爱和誓言。照片会记得时光的故事。来来来，吃来来来，快点吃，快点吃。今天还有什么任务？今天。陪他东双拐了，拍照，正常婚纱照，对，对啊，我们帮文娜完成一个继2016年之后的延续。我想说，能不能就是让你配合我一下，跟我一起照一套和我的职业相关的婚纱照？行，就这么定了。我给你看一下文娜2008年蹦床的视频，找一下跟那个蹦床结合的感觉。各种地方照。十九岁的何文娜。我都没看这个。When the legs go straight, it means she's mentally focused and ready. 我也要看一下这个蹦床是怎么起来。看过吗？我看过一下。起来了。In the landing zone, opens trip.Tuck back kick out. Second trip. Beautiful work. 这是什么？侧身团。180两个180，811团。太专业了，术语。811团，都是专业代码。对，我们有自己的代码。昔日的蹦床公主，现在即将迎来自己奥运会的谢幕战。谢幕战。嗯。哇，这个好高啊。嗯，我是全场高度最高的。前屈两周180度，最后的直体旋空翻，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动作。我现在看一下，我都觉得我鸡皮疙瘩都要竖起来了。退役后好像就蛮少去看自己的比赛，我觉得每一场奥运会都会让我有很多回忆。看到这个画面，我就想到我可能以前训练的那个样子，感觉就又回到了那个时期的感受。我看完了这个，我对这个拍摄有点，你就随便翻个几周就行了，你就随便翻个几周就行了。我就翻眼皮呗。哎呀，这个拍摄还是有难度的，到了现场看看吧。你准备翻1008，还是准备翻什么三周之类的？我可以原地翻1008。你可以拿手比划呗。要不你就这样，你就站在这儿，我站在你的肩上，在你的头上，然后这样扛我，然后这样唰给我举到头顶。一会儿我把护腿、护踝、护膝全带上。我教你，我只要是我教你，你就不会受伤。如果是你自己乱玩的话，你就会受伤。我疯了，体坛十大危险运动，我还乱玩。走吧，上车买点尿裤，我一会儿你京东链接发给你。好。什么字吗？哦，文娜体操馆。我就觉得很酷。一会儿我要合个影。特别自豪，特别激动。哦，那个是蹦床啊。我
十年的灯。你小时候就这样了？对啊，这个馆比我们小时候训练的好很多。他的眼睛是亮的，就是他作为以前前运动员的那个专业素养和他的那个精气神儿就永远在那儿，就是他不像一个刚刚出月子的妈妈，他像一个即将登上训练场地或者比赛场地的战士。体校是我进入梦想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会选择在龙岩的体校去拍摄。那我的启蒙教练也还在教。曹老师，完啦！曹老师好。报价，好久没见。你好，曹老师。你好，好久没见。我来的时候就有这么，也是这么小吗？对呀、啊。我觉得看起来好小哦。今天不只是来只看您哈，但是我们可能还有别的想法，就是可能会来拍一点和别人不一样的婚纱照。那就跟小朋友先活动一下，然后再上蹦床。可以啊。来。哇，这个活动量不会活动完了量到了就来哦，这个绝对这个是有弹力的。你别把人给蹦坏了还得赔，挺贵的。他是那个北京舞蹈学院毕业，他自己觉得他肯定是有舞蹈功力，他又翻过空翻，又翻过什么毽子小翻啊，什么360，所以他觉得他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他又很想展现自己。好，来，我们坐下，体前屈开始。体前屈，这应该会啊。脚尖绷起来，预备，开始，一。1 2 3 4，头低下去，6 7 8。他是那个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哇，你看纹的还可以。对，我肯定老胳膊老腿了。1 2 3 4 5 6 7 8。1 2 3，纹的还可以，直接竖叉。哦，你裤子别崩了。哦，倒立。你来。我可以。我怕抡到。他是那个北京舞蹈学院毕业的。直接来个前滚翻，还好有功底，看出来了吧？要不然就窝那儿了。上去活动活动，好啊，加油啊！让我的汗都下来了，比刚才热身都多。你就不会就不会有危险，你放心吧。上去试一下。我先下。哎呦我的天哪！体操上超赞助了。我可以教你。来，加油！你只要把你的核心收紧，就是你不要这样。明白。你都不会受伤。哦。只有你会这样的，你才会受伤。哦。哎呀！你教我怎么跳？哇，这个还，哇，就跟……你慢一点，慢一点，你不要跳太高，跳太高你就挂了，你千万不要逞能。蹦床早期是被列为运动就十大危险项目之首哦。买保险了吗？我先请问一下。你千万不要觉得你跳一点点高没事，你就跳很高，因为它会越弹越高。所以你就是一点点就好了。哦。然后核心要收紧，核心收紧。我真的，我得先适应一下。
我缓一下，有点害怕。我从来没有上过蹦床，本来我还挺有信心，我觉得我还能凑合着混过去。我觉得无奈，因为蹦床不是一个你觉得你可以你就一定可以的项目，它是需要按步骤来进行训练的，所以我会比较担心它。我可以带着你一起跳。带着我一起跳，我怕我把你弄伤了。不会不会，三二一走。给我的膝盖有一点点抖。果然到了空中会晃，对吧？因为你会没有重心的上去，就是你核心收稳就好了。好玩吗？好玩。那你可以做一些坐。坐。这样。哎，你起来，我怕溅你一身血。我试试啊。走，走。老公，干嘛？我一走你就下跪。没事，没事，没事。你就这样，这么低，然后你就看着这个蹦床。嗯，这样就是一个背弹，这样翻，就这样。不要起跳，不要起跳，不要起跳。我也没有起跳。你蹬了，你看我啊。我们是翻四分之三周嘛，背弹，但是呢，他想翻一周，一周的话其实是很危险的，翻过的很大的可能性就是伤的腰。那如果是翻不过来的情况下，可能就会伤的脖子。所以呢，我就比较担心他想很好的配合我，然后会操之过急。千万不要使劲，你越不使劲越不受伤。慢慢来，好一点点，你就慢慢跳，轻轻跳，然后呢这样。我知道我知道，我就找那个力嘛。你不要甩。对了，算很厉害了。一看到何文娜那个状态啊，你就真的你不忍心去打扰她，她比你还极致，她比你还想做好的时候，你就会被她感染。你看到何文娜那份脸上的自信，你也就觉得有安全感。第一，何文娜在我身边，我知道她一定会这个保护我。第二呢，我觉得我自己也非常有信心他能保护得了我。买家电我选京东，京东家电大牌正品有保障，送货上门超安心。紧致肌肤选护肤星从美容仪，高效清洁吸尘器，轻松打扫全屋不用愁。清晰画质超薄机身大屏电视，身临其境。4月26日至5月6日，京东家电五一狂欢周，满8000赠1999元德国卡赫清洁剂，等你来挑哦。小黑，哎，没看到你什么时候到的，辛苦了。我到了2-3天了，为了来好好准备。感谢感谢。你来跟小黑说吧，你们都比较熟悉了解。其实我还真没有想过我要拍什么样的，但是我就是好看，然后特别，然后呢显瘦。你现在已经很瘦了。对，我就觉得交给你了。对，那没有什么问题。今天主要难点在于超哥是吗？他要做什么？上刀山下火海，就陪他走这一遭。嚯，这么多衣服。对啊，你们可以自己挑选一下。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是什么？No, no, 这不是我的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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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就是你的。不可能。谢谢。哎，你穿这个。这什么呀？
哦，紧身衣，老婆，你觉得我的身材还能穿吗？要不我们这样吧，玩个游戏，我们叫盲选。是闭着眼摸吗？不是，就是我选一套我要，你选一套你要，然后我们出来看看是不是有没有默契搭成一个组合。好。我要选什么样的？你要穿什么呢？哎，我觉得这个好好看呀、啊，藏到四季间。老公，来啦！你这太多衣服了。哎呀！那我来这件吧。老婆，你好了吗？啊，我好了。来呗，出来看看呗，我这都不敢见人了。我出来啦。我们穿的是两个世界的吧？我穿的这是漫威的奇异博士的衣服，这奇异博士的看着还行啊，这个挺帅的。我觉得这个有点符合我们家何文娜那个迪士尼的那个婚礼要求，就它了。我觉得不像那个奇异博士，奇异博士旁边那个胖子，你跟我想的一样。噔噔噔噔，嘿嘿，噔噔噔噔，嘿，哇，超哥，哎，被找到太酷了，选了一身这个。可以啊，这是我们俩能搭吗？这样能搭吗？这样，我觉得试试看吧，咱们就混搭呗。对对对，涛哥，你这身衣服，其实你要是能跳得高，这个披风能飘起来。对对对，我尽量，我努力。好，嗯 ，OK。那我们开始啊，第一个动作，涛哥，你再往这边挪一点点，你先挡住娜娜有点。OK。小心，小心，小心。来，三、二、一。娜娜跳的时候，你每一次可以给我不同的表情情绪，这样我们拍出来选择性会多一些。好，好，很棒，很棒，很棒。三、二、一，我飞起来没有？而这次娜娜下来，好。我们开始、啊、来。哦哟，慢点，慢点，没事，老婆，你摆个造型来。三、二、一。等一下，超哥倒了。再来一下，三、二、一，起。哎，小心小心，没事。三、二、一。哦，小心小心小心，可以吗？可以。你慢点慢点慢点，主要这个披风兜的我。你慢点慢点，不是，关键他站不稳，所以你不要连跳两下。明白。哎呀，拼了老命了，也是我。看看，涛哥这个表情非常哇，哎，这个好看。这个蛮好，就是你累的话，可以再试一下这个动作。可以啊，可以，这个也可以。来，涛哥，你要休息一下吗？我还行。每经过一个小时，就会越浓重，因为我的腿是越来越难抬起来，然后腰是越来越疼。我觉得我都还好，主要他没事就好。
你先缓一下。我没事，来。好，那我们开始，三二一，再来一下，走。五七特别棒。哎你多喊。OK， 很好，第二套哦。如果我要穿这个衣服的话，我希望是有那个张力的。好，那我们开始，三二一。下巴不用那么仰，再往下面一点。好，娜娜，那我们这套先结束了，然后我们换下一套衣服。好，没问题。啊、好，老公。嗯，老公。买啥？甜品啊？不是甜品，送你一个小礼物。这个呢，是我觉得是比较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满满的记忆，运动生涯的最后一件体操服。对，我觉得你今天穿完了，我准备回家把它裱起来。奥运的舞台味道，奥运的味道。下面来看一下何文娜，何文娜这是第三次参加奥运会的比赛，昔日的蹦床公主，现在即将迎来自己奥运会的谢幕战。我觉得她的运动生涯她是有遗憾的，奥运会第四名，但她自己觉得她那套动作完成得很出色。前屈两周180度，最后的直体旋空翻，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动作。包括各国的选手、各国的教练也都觉得他其实完成得很完美。一个第四不如给我一个第八，就是离那个奖台很近，你却没有站上去。这就是为什么我帮他找出来，2016年的这身战袍。其实就是一个帮他完成2016年遗憾的补偿。哇，特别好看。哇，这个太酷了，中西合并的感觉。小黑，这套照片我来帮他拍一下吧。行，来，我们去拍一个那个，就是我们拼出来一个那一二三等奖的领奖台。老婆，我觉得只有这三个了，对吧？哪三个？鞍马，这个小鞍马，这个墩儿，这个还挺长，应该是这样。接下来有请我的冠军温纳希。恭喜啊，谢谢。我给你拍一张。算了，狗屁一个金牌。很久没有站过领奖台，退役了之后很舍不得赛场和那个领奖台，就那个领奖台是给人一种激励和鼓励，那个领奖台代表你过去的努力，意义肯定不一样嘛，一个是你为国家而奋斗，一个是你人生幸福的起点，喜悦的心情是一样的。很感谢梁超去准备这件事情，我来帮他拍这张照片，我希望他把过去放下，
不管那个第一阶段它已经变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它都是过去式。但它的第二页又从第一页的结尾衔接起来，另起了一行，就是一个冠军，一个运动员到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一个新的人生的转换。看见娜娜这样的开心快乐，所以我觉得我特别幸福。为了拍摄仪式照片，我们这些凡人总是挖空心思，大费周章，就像一群宇宙中闹哄哄的游客，四处打卡。快来拍合照，笑得再美一些，因为啊，地壳会运动，洋流会往返，冠军会退役，父母会老去，电影角色会迎来剧终，没有照片又怎能证明你我曾到此一游。于是我们时空旅行，高举合照，声音此起彼伏，岁月你好啊。新婚的小刘和小苏到此一游，孩子即将成家的老李和老陈到此一游，长胖了的超级英雄到此一游，要嫁人的千纸大人到此一游。夫妻也好，家人也好，都是结伴去未知的岛屿旅行，搭帐篷，生火做饭，然后牵手，然后亲手放一场烟花。今天的原则怎么休闲怎么来，这个脸都变形了。哎，练瑜伽也是可以减肥的，他看出来我们是胖子了。这是你的安排啊？这我不这老公你看，哇，这谁啊，金城武，有没有要减肥不？减减减，我是不要掉，不能跟你说秘密。他们有秘密，我也有我的秘密哦。很期待他的表情，我也很期待。我现在有点忐忑，这个男人觉得很多会变。一盘考虑清楚，跟这个男人去领证，还是跟我回家？我紧张，我不想嫁了。时间结束。啊，我现在有点，哼，应该不见了吧？弄丢了。你当时没有求婚对吧？没有啊。那就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她能受得了没有求婚。你怎么想的呢？你们谁做财政部长？我呢，对你要有几个要求，对妈妈好一点。